哎，兄弟们，为什么脚底下有个梦地竹啊？我去，我感兄弟们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我去，还有个小箱子，咱们打开看一下好吧？里面有一个流浪商人，还有个苏玉笔，还有个作者妹妹照片。我感兄弟们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去，咱们看一下这个苏玉笔好吧？上生你好，你到底有几根头发？我都数不过来了。不是，作者你啥意思呀？我不是那个杀生好吗？不要数那个头发好吗？我数我这个头发好吗？我没头发好吗？兄弟们啊，不用数了好吧？作者你啊，开玩笑你这，看到你脚底下的梦地竹了吗？是不是感觉非常刺激？兄弟们，我没感觉出来这个梦地竹有多刺激，我只感觉出来我现在我的这个有点淡淡的忧伤啊！我去，你要是能在这种非常安全的环境下通过 MC， 我就把我妹妹介绍给现在点赞扣丢丢丢的人。不是，作者你开玩笑的，梦地竹怎么通过 MC 呀、啊？我去，哎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这好像还有第二页，我去，咱们打开看一下好吧？温馨提示：梦地竹可以无限挖，加油杀生！兄弟们，这梦地竹无限挖？哎，我去，兄弟们，真的无限挖？我去，这么神奇？我去，我去。兄弟们，我哎，兄弟们，咱们看一下作者的妹妹照片，好吧？咱们打开，哎，兄弟们，兄弟们好像不错哟，我去，兄弟们赶紧点赞扣六六啊！我去，兄弟们等啥呢？我去，这玩意还不赶紧冲啊！我去，素晴らしい。好，兄弟们，咱们身上有个流浪商人，我去，咱们放出来好吧？流浪商人，哎，怎么把我挤下来了？我去，这不是闹吃吗？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不是那个创始人吗？我去，咱们打开看一下好吧？里面是大陆方块小福袋，还有一个无尽剑，我去，大福袋无尽剑，咱们先换一件大陆方块好吧？咱们。扩建一下平台，来，兄弟们，开始扩建平台好吗？这么小一个平台啊，根本不够啊，不够咱们这个啊挥霍呀，我去。OK， 兄弟们，咱们扩建完平台就可以打这个梦地竹换这个小福袋了，我去。来吧，兄弟们，开始打这个梦地竹好吗？兄弟们，开始走起。OK， 兄弟们，我稍微的挖了一点点梦地竹，好吧，2349个啊，一点点梦地竹。然后兄弟们，咱们就可以换这个啊小福袋了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哎，小福袋啊，直接换三个，好吧，换四个吧，兄弟们，哎，直接换四个，哇，兄弟们四个啊，咱们放出来啊，小福袋打掉，哇、哦，兄弟们，哇，哎，我好像掉下去一个枪械的，我觉啊，但是呢，还没关系，好吧，等等，怎么掉个迷你箱子啊，我觉，兄弟们，咱们打开看一下这个迷你箱子里面是啥，好吧，兄弟们打开，哎，里面是个老妈秘制小汉堡，不是作者，你跟我这。这个啥意思呀？我去，兄弟们，我现在表情这么表装，你第二个表情这么打出来，我看看好吧？我觉得这个作者太坏了，我去。来，兄弟们，咱们继续打。哇、哦，兄弟们五，我掉了这么多，哇，掉转换多了，我去，好多幸运方块，我去，咱们再来一个，我去，兄弟们五，哇，兄弟们这个小福袋有点牛逼的呀，我去。哎，兄弟们直接开出来这个好几个幸运方块，好吧？这直接不差钱了呀，我去。这个还有这个矿石幸运方块，我去啊，一堆矿石，好吧？然后还有两个迷你幸运方块，这个迷你幸运方块咱们不敢开呀，我去。那咱们看一下这个转换桌的好吧，来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。我去，救命救命，哎，小胖子小胖子小胖子啊，来枪了，怎么换不了弹呀，我去。哎呀，算了吧，兄弟们，咱们直接买个暗物质剑吧，我去打他，这玩意有点不容易呀、啊，我去，好像对他伤害有点小，哎，打死了，我去，掉个啥，我去，掉了一套红物质的装备，我去，这个好东西啊，我去，哇，这个值很多钱呀、啊，我去，直接卖掉，我去，有钱了，我去，但是呢，咱们这没用啊，我去，这是个啥玩意、啊，我去，这光给子弹不给枪，我去，哦，对呀、啊，兄弟们，咱们打了2500个莫地珠，给这换这个大福袋呀、啊，我去，哎，兄弟们大福袋啊，咱们看一下。这个大福袋好吧，兄弟们，大福袋放出来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是大福袋，怎么这不是大罪母吗？我去，啊，打他，打他，我怎么嗝屁了？不是，兄弟们，什么情况？我去，哎，我的箱子掉下去了，装备掉下去了，有点倒霉，我去，兄弟们，我现在的表情这么表情，哇，你这三位机这么表情这么打出来，我看看好吧？哇，兄弟们，咱们不能打得太用力呀，我去，不能打得太用力，太用力，装备丢。哇，兄弟们掉了三个箱子，我去，一个银箱子，一个铜箱子，还有一个钻石箱子，我去，咱们看一下这个银箱子好吧，哎，这个银箱里面会是啥呢，兄弟们，哦，一堆末地传送门，还有一堆末影之眼，我去，然后还有几坨奥迪盖，不是作者啊，你放末地传送门就得了，怎么还放奥迪盖呢，我去，来，兄弟们，咱们再看一下这个铜箱子好吧，打开，哎，兄弟们，这么
么多莫地鼠，我去，还有一个便携式转换座，这转换座咱们直接卖了好吧，这玩意然后这么多莫地鼠，我去，这是什么玩意，咱们再换几个啊，这个大福袋好吧。来兄弟们，咱们看一下这个钻石箱子好吧，也许这钻石箱子很牛逼呢对吧，万一里面是大宝贝呢对吧，兄弟们来吧兄弟们，咱们念一下咒语好吧，来吧，咱们有个新咒语啊，有个观众对我说的，咱们念一下好吧，来吧兄弟们啊，突了梦塞啊，突了梦卡啊，啊梦塞那个梦卡啊，那个是啥来着啊，那个什么大地瓜，那个烤地瓜啊，一块钱梦买仨，我去兄弟们。我去兄弟们，无尽胸甲无尽剑，我去这玩意，我这无敌了，我去兄弟们，我现在表情这么表情包，你第四个表情包打算要看看好吧，那个两个小爱心的头像好吧，哎大兄弟们，这不就无敌了吗，我觉得这个观众给的咒语挺灵的，我去这玩意是贵，我末地传送门好像放错了，我去啊，但是兄弟们没关系好吧，走起，兄弟们完了，兄弟们出事了，末地传送门见错了，哎等等，这还找个末影之眼呢，好像没见错，哎放开、好吧兄弟们，就是见错了啊，没事兄弟们，咱们重新开出来一个好吧，哎咱们这次啊可不能见错了好吧兄弟们，我去兄弟们终于见对了，我去走起啊，猎杀小龙龙，哎小龙龙咱们直接解除小龙龙的生命好吧，啊末影龙咱们直接的啊一击必杀，丝毫不带手下留情的好吧，哎直接秒杀掉啊，有什么好说的啊、OK 兄弟们，成功打败好吧，兄弟们赶紧点上扣就丢啊，我去兄弟们等啥呢，我去，哎呦我去兄弟们，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啊，我去我的脚底下怎么还有个栅栏呀，我去兄弟们，这是什么玩意，还有个箱子，我去咱们把这个箱子拿上来看一下好吧兄弟们，哦兄弟们箱子里面有一个转换座，还有个输运笔，还有一些这个矿石幸运方块，我去咱们看一下这个输运笔里面显示啥好吧兄弟们，杀生你好，我刚发现你是个地中海，不是作者啊，我这什么地中海呀、啊、我去我这不是光头吗，我去兄弟们，每天还挑着两个担子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不是作者，我不是那个杀生好吗，我去兄弟们，我这不挑担子的，我去，而且我那个头发，而且我没头发呀，我去。言归正传，你看没看见你脚底下的只有栅栏了吗？兄弟们，这个栅栏把我直接困在里面了，我去，兄弟们，没错，栅栏通过 MC， 要是你成功了，我就祝现在扣丢丢丢的人提前放寒假。不会吧，兄弟们，祝你们扣丢丢丢的提前放寒假，我去，寒假好啊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哇，兄弟们，要用这个通过 MC 吗？我去，兄弟们，咱们准矿石幸运方块呀，我去，然后这边还有个什么东西，超级无敌屌炸天的神器抽氧池，哇，兄弟们，全是神器，我去，而且这个还100亿抽一次，我去。这么的贵，我去，这抢劫呀，我去，然后这里还有不同的箱子，我去兄弟们，咱们先看一下咱们的矿石修方块好吧，咱们矿石修方块必定弄出矿石好吧兄弟们，哦一堆铁，我去，哎兄弟们铁还是很给力的好吧，我一堆红石，这红石没用啊，我去兄弟们，一个金锭，我去啊，咱们把这些东西卖一卖好吧兄弟们，咱们这个矿石修方块是稳赚不亏的，咱们直接全开了好吧，哎来兄弟们，咱们直接全部开了好吧，来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，哎什么东西啊，没有一件挖，我去兄弟们，我、一件挖出了个啥东西，迷你幸运方块还有一些绿宝石，我去卖一卖卖一卖，把这些东西，呼兄弟们这有钱的呀，我去，哎咱们有垫脚方块的，我去兄弟们，哎垫脚方块，哎来咱们扩大一下咱们的这个领地好吧，OK 兄弟们，咱们扩建完平台了，咱们就可以愉快的开幸运方块了呀，我去，哎咱们去这个铁箱子这看一下好吧，这个铁箱子那里有什么好东西，咱们去瞅一下好吧，哎直接打过来，哎垫脚方块，哎迷你幸运方块是贵，哎兄弟们直接打开，哎里面是巨物幸运方块，还有这个转换桌幸运方块，还有一堆这个迷你幸运方块啊，不是兄弟们，这作者对这个迷你幸运方块情有独钟啊，我去，兄弟们我现在表情这么表情包的第三个表情包打算我看看好吧，哎兄弟们咱们现在有转换桌幸运方块，这不就好搞了吗，我去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哎一个啥东西，熔炉，这个没用啊，我去兄弟们，哎这个熔炉，我去咱们需要100亿才能抽这个奖啊，我去兄弟们，来兄弟们咱们开转换桌的好吧，来吧，点关注的都是我爷爷，什么东西，空气好吧兄弟们，有点出师不利啊，我去又是啥东西，没开耳朵，我去，我去兄弟们什么情况，这都开的什么东西啊，我去这又是啥，拿掉换啊，这个没用啊，我去兄弟们，来兄弟们咱们继续好吧，来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，哎什么东西，一个指环，我去这个是啥，疾风指环，哦兄弟们咱们可以直接飞天了，我去疾风指环，我去这个好，哎呜呼兄弟们，哎起飞，哎来兄弟们咱们直接一卷全开了好吧，来吧直接一卷全开了，我去什么东西，我一个胡子全剑，我去，哎兄弟们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，素晴らしい，来兄弟们把这些东西卖一卖好吧，哎
我去，兄弟们，胡子全这不是有了吗？我去，咱们现在开出什么怪啊？我去，不怕的好吧？但是咱们没稿子呀，我去。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刚三千万，这一百亿这抽一次，这感觉就是抢劫呀，我去啊！但是兄弟们啊，咱们完全不慌好吧？兄弟们完全不慌呀，我去，用一堆矿石，我去。哦，对了，兄弟们，咱们看一下这个黄金箱子好吧？兄弟们，哎，黄金箱子，哎，走起，里面是啥好吧？兄弟们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字体？我去，兄弟们，这是啥 S？ 哎呀，什么玩意儿？我去，兄弟们。哎，兄弟们，煞神修罗关这个好啊！我去，兄弟们，煞神修罗关，我去，一堆钟，我去，这个钟没用啊！我去，什么东西？这个一堆花岗岩，这也没用啊！我去，兄弟们，来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，来个无尽剑，好吧，求你高。哦，什么东西？煞神的厄运镐，我去，这还亏四万块钱，我去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去，咱们今天这运气有点不行啊！我去，兄弟们，又是什么东西？煞神的幸运头盔，我去，这个好哎，这个穿上，我去，哎，兄弟们，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兄弟们，我现在表情这么表情包里第四个表情，我打算让我看看好吧。来，兄弟们，咱们继续好吧。来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。什么东西？空气啊！但是兄弟们完全不慌好吧？兄弟们，又一堆这个石头，我去，完全不慌好吧？兄弟们，一个这个红字啊，没用啊，我去。哎，对了，咱们枪械的还没开呢，咱们开一下枪械的好吧，兄弟们，枪械的，哎，一堆什么东西？哦，兄弟们，一个盆子吧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哇，这是盆子吗？哦，好像是盆子。哎，咱们这一百亿凑一次有点太难了吧，我去，兄弟们。哎，等等，兄弟们，这个钻石箱子还没看过呢，我去。哎，咱们去看一下这个钻石箱子好吧？哎，咱们的垫脚方块呢？哎，垫脚方块在这里呢。哎，兄弟们，走起，兄弟们，咱们看一下这个钻石箱子好吧？哎，走起。哎，兄弟们，开！哎，兄弟们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是什么鬼？我去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，不是，兄弟们，做的这么大方的一千个无尽矿，我去，这玩意直接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九千亿，兄弟们，我去，兄弟们，九千亿，这玩意这可以抽好几千次呀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哇，兄弟们，早知道直接上去开这个钻石箱子得了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个做的这么阴的，我去，还有一千个无尽金属方块，哇，兄弟们，赶紧去抽奖好吧，我去，赶紧去抽奖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哇，哎，兄弟们，这不是掉钱抽奖吗？我去，来，兄弟们，咱们直接丢一千个这个无尽修复无尽矿好吧，哎，丢掉，哎，随便抽好吧，兄弟们，一次，哇，无尽锅两次，哇究极锅三次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是神秘之剑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咱们继续抽好吧，哇，究极剑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直接吊起来锤呀，我去，氪金萝莉，我去，哇，直接起飞呀，直接找小龙龙去啊，完事好吧，哎，兄弟们，直接解除小龙龙的生命好吧，兄弟们，哎，小龙龙，哎，小龙龙在这里呢，哎，小龙，兄弟们，咱们直接过去啊，给小龙龙啊来一发好吧，兄弟们，来一发，我还没打呢，我去，哇，兄弟们，这就完事了，我去，这么简单，我去，兄弟们赶紧点赞扣六六啊，我去，兄弟们，早日放寒假呀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大神你好，哎呦我去，兄弟们，终于念对名字了，我去，上次黄金大陆打败梦影龙实在是太简单了，不会吧，兄弟们，上次那简单吗？不简单呀，我去，这次还是黄金大陆，但对手不一样了，打败海参汤山，我去，兄弟们，海参汤山，我去，三哥又来了，我去，三哥，要是成功了，我就把小五送给现在点赞扣六六六的人。不是，作者你是在玩火吗？我去，当心三哥的锤子在锤你，我去。死鬼！老样子，黄金底下有惊喜。哎呦我去，黄金底下有惊喜，我去。这还有个箱子，咱们开一下好吧？一个转弯抓一个木镐，我去，木镐挖好挖黄金。你作者你开玩笑？好，兄弟们，这是个啥？20个黄金可打开，然后这还有个1亿可打开。不是，作者你开玩笑的？我木镐挖20个黄金给你，你是搞笑的吗？哇，兄弟们，挖这个黄金块挖的真的艰难呀，我去，哎，兄弟们，幸运方块，这是啥东西，我去，这个值6万块钱啊，卖掉好吧，哎，6万块钱卖掉，哎，美滋滋好吧，那咱们继续挖，又是什么东西，我去，哦，能量收集器啊，这个没用啊，我去，咱们这黄金块好烦呀，我去，白色兄弟们不慌好吧，然后咱们继续好吧，来吧，点赞的啊，都是我爸爸，哦，兄弟们，胡子头顶锤，我去，这个值钱呀，我去，这个卖掉，直接，哎，等等，兄弟们，咱们这个偷听锤直接给挖黄金了呀，我去，哎，兄弟们，这不就可以挖黄金了吗？这玩意，哎，这么简单，我去，哎，作者也真是太小瞧我了吧，真是的，这
这多简单呀，我去，直接一路挖，我去，没这真好吧，我又出来个呼之全剑，但是呢，兄弟们，咱呼之全剑好像对这个唐三没有用吧，我去，哎，兄弟们，果然没用啊，我去，兄弟们，海参唐三果然没用，那兄弟们，咱们卖掉好吧，哎，卖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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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嚯，没这真，来，兄弟们，咱们继续开好吧，来吧，点关注的都走啊，耶耶，哎呀，我去，怎么一开开这么多呀，我去，又是什么多，这什么东西啊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反正不值钱，卖掉，卖掉，哎，兄弟们，卖掉。哎，美泽泽木狗也卖掉，还要什么木狗啊？咱们这美泽泽啊，这挖东西挖的，这还怕啥呀？我去，这又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去，哦，兄弟们，又这么多东西了，卖掉好吧？哇，兄弟们，这不就直接有钱了？我去，哎，等等，兄弟们，我箱子好像还没换呢。我去，来，兄弟们，20个黄金，好吧？等等，兄弟们，我好像已经够了。我去，这什么玩意？20个黄金，这不是已经够了吗？直接丢给你好吧，兄弟们，我去。哎，我以为啥呢？都这呀，都这信用方块呀！我去，还以为有什么好东西呢！我去，这个20个黄金，9个无尽之挖块，好吧，兄弟们就要测咱们的运气了，好吧？来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，来个好东西！我去，哎，铁祭坛，兄弟们有点不值钱呀！我去，这个无尽之挖块可比这个铁块值钱多了，这空气！哇，兄弟们难受啊！我去，哎，兄弟们，我现在的表情怎么表装？你最伤心的表情，们打字要看好吧？但是兄弟们，完全不慌好吧，哎，我怎么放个黄金块呀，我傻的吗，我去，一个七点，这七点更没用啊，我去，这个什么东西，这个也没用啊，这里面好像是刷怪蛋，是刷怪蛋也没用啊，我去，咱们需要很牛皮的装备知道吧，来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，一些吃的，我去，这吃的也没用啊，我去，这和附魔金苹果一样啊，我去，来，兄弟们，咱们继续好吧，来吧，祝我粉丝们啊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年年有余啊，心想事成，考试考的好成绩，给我来个无尽剑好吧，求你高，什么东西，这个东西更没用啊，我觉得，但是呢啊，值点钱好吧，但不完全值钱，咱们要把这个箱子打开呀，一亿颗打开，咱们要这开到啥时候啊，我去，兄弟们，一亿块钱这玩意儿，咱们要开到什么时候啊，这是什么，又是一个吃的，咱们只剩最后一个无尽修方块了，我去，来，兄弟们，咱们念个咒语好吧，来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，哎呦我去，这个是好东西啊，我去，直接值100万，我去，死贵，来，兄弟们，咱们开杀神秀方块好吧，来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，来个无尽剑好吧，哎，一个附魔的枪是什么东西，飞喽，飞起飞，来，兄弟们，咱们继续开好吧，咱们的杀神秀方块还是很牛逼的好吧，兄弟们，这个是什么，傻子的恶意许愿者，付9万块钱啊，但是兄弟们不慌好吧，咱们这哎，兄弟们，一堆破石头，我去，卡我这么半天，我去，这什么东西啊，我去，又一个枪刺，没用啊，没用啊，我去，哎，这啥玩意，哎，兄弟们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，这玩意，这能打人吗，我去，这个信用方块，我去，这开什么玩笑，我去，哎，又一个啥东西，咋的呢，厄运稿，不是，这俩是配套的吧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玩意一个厄运稿，一个厄运靴子，这什么信用方块呀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咱们自己一键挖好吧，来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，来个好东西，我去，这都是啥玩意，我去，这一堆空箱子，我去，这什么东西，还有一些空的刷怪龙，还有个猪的刷怪龙，我去，哎，打打，兄弟们，这是什么东西，我去，这怎么值这么多钱啊，傻神的超级级别神剑，我去，还有个傻神的幸运剑啊，这些没用啊，我去，直接卖一卖好吧，把这些东西卖一卖，哎，卖一卖，哎，打打，兄弟们，我就把那些厄运稿卖了，我去，兄弟们，我现在的表情这么表情，你第二个表情打算我看看好吧，哎，兄弟们，咱们现在好像够一亿了吧，我去，个是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，那兄弟们，咱们直接啊把这个拿出来啊，换一个好吧，把这个换那个钻石块好吧，哎，钻石块箱子，来吧，兄弟们，打开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就是钻石箱子，我去，这么有钱，素晴らしい，我兄弟们，这一卖直接发财了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不是随便买吗，我去，这玩意随便穿上，我去，这无敌了，我去，哎，唐三，我来了，唐三，不是，兄弟们，什么情况，我去，这个唐三这么牛，我去你大爷的，我去，我哇，兄弟们，这个还是唐三有点强啊，我去，起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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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兄弟们，这个海参唐三为什么能这么强啊，我去，啊，但是呢，咱们这个神级别的这个剑啊，打上还是掉很多血，好吧，来，兄弟们，咱们直接过去给他拦一下，没事，兄弟们，拦一下，我去，哎，嗝屁的吧，哎，海参唐三，哎，简简单单，好吧，兄弟们，赶紧点赞扣66啊，我去，等啥呢，我这小五送给你们，我去，傻
森你好，老子黑化了，我去兄弟们什么鬼，老子黑化了，我去啥玩意，我去兄弟们这又是什么地方呀，我去怎么都是鸡眼呀，我去这我怎么玩呀，我去作者啊，看到了吗，全是鸡眼，我去兄弟们确实看到了，全是鸡眼呀，我去这兄弟们咱们现在这要怎么玩呀，我去来从这个世界通过 MC， 我去兄弟们又是通过 MC， 我去要是你能凑过我就发现了扣六奶奶写周六周日作业，我去兄弟们周六周日作业好呀，我去但是呢我这怎么通过 MC 呀，我去这全是鸡眼，你这挖毛线呀，作者我你告诉我，我去兄弟们这哎等一下兄弟们这是啥玩意，我去啥东西，超级牛皮屌炸天抽奖鸡眼，一个鸡眼抽一次啊，你作者别开玩笑了吗，我这鸡眼挖都挖不下来的，我去啊，除非有那个世界崩解之口子，要不我这挖不下来的呀，我去那这是干嘛的呀，我去兄弟们那前面还有个箱子，我去啥意思啊，咱们看一下好吧，前面有作者爸爸给的关怀，哎作者你真皮呀、啊、作者哎兄弟们咱们直接过去好吧，这玩意啊咱们直接过去好吧，兄弟们看来咱们得小心一点了，不能太飘了，兄弟们咱们小心一点啊，走这个钢绳好吧，哎兄弟们啊现在啊都不用怕了好吧，现在走过来，哎然后呢拿这个箱子，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是个崩解之镐子好吧，无尽之镐好吧，哎我直接打开兄弟们，不是作者，你管这叫无尽镐，确定不是名字打错了这兄弟们这我挖毛线鸡眼呀，我去这搞笑的，我去兄弟们我现在表情是不是表不到第五个表情，不打算让我看看好吧，这么难受，我去兄弟们这个作者应该不会这么无情吧，给咱们个木镐挖鸡眼，咱们再找一下其他有没有别的箱子好吧，哦兄弟们我发现了，我去超级迷你小箱子，我去哎作者还是被我发现了吧，咱们直接打开兄弟们直接打开，我去兄弟们无尽之镐，世界崩解之镐子，我去现在兄弟们咱们现在就可以挖鸡眼了呀，我去兄弟们OK 兄弟们咱们先挖21块鸡眼好吧，记得回去抽奖去，哎来兄弟们咱们先抽3次好吧，啊弄3个鸡眼，哎兄弟们直接第一次兄弟们一个滑啊，没事兄弟们第二次肯定不是了好吧，一个草，兄弟们事不过三，我这次就不信还是草什么东西，一个泥土，不是作者你这耍我呢，我去兄弟们这啥意思呀，我去兄弟们这作者这暗示我什么，暗示我绿呢，我去我就不信啊，再抽16次我就不信还出这些东西啊，一次哦无尽熊奥快，我去好起来了兄弟们，又一个无尽，再来一次煞神的可以啊，兄弟们继续好吧，兄弟们抽完16次了，但是呢这上面那些武器哪去了，你这作者又骗我好吧兄弟们没事，咱们现在有这个啊，就这武器修方块的说明也好起来了好吧，咱们先开一下修方块好吧，先把转换多了开了，兄弟们空气什么玩意啊，兄弟们这又是啥呀，我觉得暗物质方块，我觉得但是咱们没有转换桌呀，没用啊，我觉得咱们希望能给咱们来一个转换桌好吧，来把点赞的都走啊，爸爸兄弟们哦，兄弟们一个锤子哦，我就不信了开不出好东西，点关注的都是我爷爷兄弟们，爷爷兄弟们，我去兄弟们这玩意可以呀、啊、我去，但是呢咱们这好像没有转换桌，这些好像是没什么用处呀，我去做个没事兄弟们，咱们还有无尽去方块好吧，来吧点关注的都是我爷爷哦，兄弟们珠宝珍珠哎这个可以呀、啊、哎咱们继续好吧，来吧点赞的都是我爸爸兄弟们，我绿宝石矿23但是呢兄弟们这咱们也卖不掉呀，我去这么多钱，咱们继续好吧，来吧祝我粉丝吧圣诞节快乐兄弟们，又是这铁矿山吧，还真是兄弟们，兄弟们感觉咱们今天运气有点不行呀，我去这都开的啥玩意啊，兄弟们真的兄弟们这都开的啥意思呀，啊这啊钻石没转换桌，你再给我钻石也没用啊，炸神修方块希望这个能给咱们带来好运好吧，空气我就不信了好吧，来吧祝我粉丝吧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年底有意啊，心想事成，考试考的好成绩，兄弟们蛋糕没有，别给我来这些东西了，我一个铲子傻子的修一铲这个没啥用，咱们需要个很强力的装备啊，这是啥呀、啊、哦兄弟们这个可以啊，我去哇兄弟们这把剑可以啊，这什么情况，这啥情况，不是啊兄弟们这啥意思啊，我开出条梦影龙呀，我去来兄弟们咱们继续挖点鸡眼好吧，咱们再抽几次奖我就不信了抽不出这里边的神器，咱们今天运气应该没这么背吧，咱们啊丢下去，哎开始抽好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兄弟们，哦兄弟们究极国，我去兄弟们好起来了，再来一次好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
我去，兄弟们，吴靖国啊，好起来了！我去，究极剑案，再来一次！氪金萝莉，啥情况，兄弟们？运气怎么突然好起来了呀？我这来吧，小罗罗，我又来了！兄弟们，咱们又来屠龙了，太简单了，兄弟们！我这一天得杀多少次龙啊？等等，兄弟们，啥情况？龙怎么没了？我去，兄弟们，谁能解释一下龙怎么没了？我去，不是，这啥情况呀？我去，兄弟们，你们知道的，打的弹幕多的，评论区说好吧，龙为什么凭空消失了呀？我去，那说明兄弟们，咱们还是挑战成功了，好吧？兄弟们，赶紧点赞扣66呀！我去，兄弟们等啥呢？我去，沙僧你好！哎呦我去，兄弟们又是沙僧！我去，我是他弟弟，不是兄弟们啥意思？这谁弟弟呀？我去，兄弟们，我哥哥的挑战都太简单了，所以这次换我来挑战你，这换证还写错了！我去，你这谁弟弟呀？我去，秘境方块大陆，看你如何打败 him！ 要是你能成功打败 him， 我就送现在抠丢丢奶奶圣诞礼物啊！我去，兄弟们 him 大哥呀！我去，而且我这个上辈子怎么这么多渣渣灰呀？我去，哪里有渣渣灰呀？我去，我怎么没看到呢？哪里有渣渣灰呀？我去。啥意思啊？我去，渣渣灰哪儿呢？我去，哎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这是啥玩意啊？我去，哎呦，兄弟们，我好像看到渣渣灰了，我去，咱们过去看一下，好吧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好吧，兄弟们，这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个是啥意思？这是渣渣灰小人国吧？我去，我去，好多好多迷你小人呀！我去，兄弟们，这啥意思？我去，还不让我靠近啊？我去。哦，兄弟们，这还掉幸运方块呢，这么牛，我这捡都捡不到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哎，你们这去渣渣灰，让我捡一下命运方块、幸运方块呀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咱们小心一点，拿一下吧，兄弟们，咱们感觉拿不到呀，我去，咱们拿这个命运方块啊，垫下脚，好吧，哎啊，垫下脚，然后咱们进去拿一下这些命运方块，我去。不是吧，兄弟们，这些迷你炸弹会这么恐怖的？我去，兄弟们，我现在的表情是不是表情包都第五个表情？不打算好看好吧？怎么这么坑爹呀？我去，哎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命令方块咱们是不是可以用呀？我去，这也没法用啊！我去，这命令方块咱们都点不了。我去，好吧，兄弟们，看来咱们得需要愉快的开幸运方块了呀！我去，啊，咱们先开一下这个转换桌的好吧？希望能给咱们来一个那个转换桌，对吧，兄弟们？啊，来吧，直接一次全开了好吧？来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，兄弟们。估计啥意思呀？我去，又是啥呀？这都是啥意思呀？我去，我需要转换桌呀，转换桌呀！三次估计没开三度五。不是，兄弟们，我今天有这么倒霉吗？这开的，怎么来个僵尸呀？啊，来个武器！兄弟们，感觉咱们今天这运气有点不行呀，兄弟们！有武器了，哇！打败了吧？简单，兄弟们，没毛病。还有一个暗物质剑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可以呀、啊，我去，可以啊，暗物质剑还有个胡子拳剑，我去。但是呢，咱们这两把武器对黑姆没有伤害的呀，我去，黑姆免疫近战呀，我去，兄弟们。但是呢，这群渣渣灰可就不一样了。兄弟们，我打，怎么回事？我打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哇，我去，好爽，我去，兄弟们，直接一次把这些渣渣灰全杀了，我去，太牛皮了，兄弟们，咱们现在这么多幸运方块，我去，但是呢，兄弟们，咱们需要转换桌呀，我去，来个转换桌，小杀神，来个转换桌吧，兄弟们，没转换桌，那咱们开枪械的好吧，来吧，点关注的都是我爷爷，来把大狙好吧，兄弟们，哦，什么东西？这个是啥呀？我去，我去，我背包都满了，我去，兄弟们。哦，兄弟们，一个维克多，我去，可以呀、啊，维克多，来，兄弟们，咱们继续开好吧，继续开，都是啥东西？哦，一个盔甲，我就可以穿吗、兄弟们？哦，可以穿，这真不错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我现在表情怎么表不到的第三个表情吧？打算让看看好吧？等一下，兄弟们，我怎么没有发现这有个抽奖机啊？我去，啥意思？超级刺激的抽奖，一个命令方块抽一次，啥意思？我这命令方块我挖都挖不下来呢，你教我怎么抽奖吧？我去，咱们需要一个世界波姐之稿。我去，那兄弟们，咱们直接开五金幸运方块好吧？希望能给咱们来把五金剑好吧？那直接起飞呀、兄弟们！祝我粉丝们圣诞节快乐，兄弟们！啥东西绿宝石？这没转换桌呀？你给我绿宝石没用啊？我去，又是啥呀？我去，青金石，我的绿宝石没了啊！完了，兄弟们有点难受啊，难受！又是啥玩意？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不是这啥意思？没开三度呗？我去，兄弟们。
我去，我卡里边了。哇，这兄弟们有点倒霉啊，咱们今天的运气啊，今天的运气三个起点啊。来兄弟们，咱们直接一次性把转换桌子开了好吧，啊，希望能给咱们来一个转换桌，兄弟们。诸位粉丝们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年年有余啊，心想事成啊，那个考试考的好成绩，兄弟们。这都是啥东西，有转换桌吗？哦，有转换桌，兄弟们。哇兄弟们，转换桌，来兄弟们，咱们赶紧把东西卖一卖好吧，卖一卖兄弟们。卖，全部卖掉，兄弟们！我去，兄弟们，卖的好爽，我去！但是兄弟们，咱们买不起任何一把镐子呀，我去！咱们这秘境方块是挖不掉的呀，兄弟们！咱们需要一个很强一点的镐子，兄弟们！这是啥呀？这个没用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啊！这又是啥呀？兄弟们，一个煤炭块的山没用啊！咱们需要一个镐子，给我来把镐子！这都啥东西啊？我去！来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，兄弟们！爸爸！我去！哎，兄弟们，我服了呀！怎么就是没有好东西呢？我就这么多命运方块，这么多幸运方块呢？我去，来吧，点关注的都是我爷爷，来把那个牛皮点的东西好吗？给我来点牛皮点的东西！这就是啥呀？我去，我完了，兄弟们，我被困里面了！我去。哎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我怎么多了个无尽矿呀？我去！哇，大兄弟们，咱们赶紧卖掉好吧？我去，兄弟们，卖掉，凑一下钱，兄弟们，凑一下钱，凑完成了！我去，兄弟们，无尽锅！哎，黑木老哥，我来了，来，我直接射你啊，直接射你，这兄弟们，我感觉他不掉血呀！我去！哎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咱们可以买究极弓呀！我去，这个究极弓是黑木的克星呀！我去，兄弟们！哎，那兄弟们，咱们现在这直接可以秒杀掉黑木的呀！我去！哎，黑木老哥，我直接把你秒杀！不是，兄弟们，啥情况？这个黑木啊！哎，等等，黑木大哥，我没弓箭，黑木大哥别打我，我没弓箭呀！我没弓箭，我射不出来，兄弟们，我射不出来。别打我呀，我射不出来呀，别，我去。看来兄弟们，怎么还得用武进攻呀，我去。啊，武进攻，我就不信了，打不败你啊。哦，可以，兄弟们，可以的。我去，兄弟们，咱们打败黑木了，我去。真的不容易呀，我去，被他杀了多少次呀，我去。兄弟们赶紧点赞扣订阅好吧，我去。兄弟们，为什么我周围都是木板呀？难道这也是木板大陆吗？我去，兄弟们，打开箱子。哦，兄弟们，打开箱子，咱们看一下好吧，里面有个碎笔，咱们来看看里面写的是什么好吧。三圣你好，听说你肾虚。不是作者，你这听谁说的我肾虚呀？我去，你这开玩笑的？我去，作者，我告诉你，我肾非常的强硬好吧。不和你闹了，今天自己做木板大陆，我看你如何通过 MC。 不是，兄弟们，木板大陆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么强的吗？这什么大陆都来了，我去。要是你这时能通过 MC， 我就让我全校人关注你，看你能不能成功了。哦，兄弟们，全校人关注我，这个可以有啊，全校人关注我。哎，不过呢，兄弟们，话说全校人该不会是一个人吧？我去。然后兄弟们，这前面这是谁呀？我去，一个罪魔吧？我去，兄弟们，这还真是罪魔，这干嘛的呀？我去，这可以换东西？我去，都换的啥呀？一个木板可以换一个做点赞人的妹妹，啥玩意？然后100个木板可以换个小福袋，这个是10000个木板换一个大福袋，20000个木板换一个可靠的斧子。不是作者，你这可靠的斧子，我还不如自己做呢，真是的。然后兄弟们，就是这个原来是换一个无尽之斧，然后之后就是这些啊，这些末地传送门，好吧？但是呢，咱们这挖一个项目，这挖一个这个木板太费时间了吧？我去，这玩意我这挖到猴年马月呀！我去，来兄弟们，咱们先换一个这个做点赞人的妹妹，好吧？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，好吧？兄弟们，咱们打开看一下。我去，哎，做点赞人的妹妹，不是吧，兄弟们，这么好看的吗？我去，那兄弟们赶紧的点赞，等啥呢？我去，死鬼。然后兄弟们，问题来了，咱们现在这木板要怎么挖呀？我去，这挖的速度比挖原木还慢，我去。兄弟们，我现在表情这么表露到第五个表情，们打算。我看好吧，这个作者怎么这么坏呀？我去，那兄弟们，咱们现在开始愉快的挖这个木板，好吧？OK， 兄弟们，我挖了136个木板，咱们可以换一个这个小福袋了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咱们直接换一个小福袋。我去，咱们这木板是真的难挖呀！我去，我挖这100个木板，挖的差不多，挖了10分钟，我去。来，兄弟们，咱们看一下这个小福袋，好吧？这小福袋，这，哎呀，我去，怎么是一个村民呀？我去，哎，我要被村民打死的。不是，兄弟们，这个小福袋怎么这么强呀？我去，哦，兄弟们，掉幸运方块了，我去，还掉一个萝莉卡片啊，这个没啥用，然后再。
咱们这有转换桌了，这兄弟们，咱们现在有转换桌了，那说明咱们现在只要开出一个值钱的东西就可以买木板了呀，我去，哎，不错不错啊，兄弟们，那咱们先开咱们的煞神去放快，好吧，来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，一堆花岗岩没用呀，我去，这花岗岩，我去，散场岩，然后兄弟们，咱们还需要原石呀，原石才能买这个末地传送门呀，我去，那兄弟们，咱们继续开好吧，来吧，点关注的都是我爷爷，兄弟们，哎，这个是个啥呀，我去，这是个啥，这煞神的幸运胸甲，我去，这个可以呀，我去，这个让咱们现在死不了了呀，我去，哎，好起来呀，我去，来，咱们继续好吧，来吧，祝我粉丝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年年如意啊，心想事成，考试考得好成绩，兄弟们，这是个啥呀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个强呀，我去，但是呢，好像这就是个幸运方块呀，我去，但是这个卖掉这值钱呀，我去，死贵，哎，兄弟们，咱们把这个卖掉，直接的起飞了，哎，然后兄弟们，咱们只需要一个木板啊，就可以直接买全部木全部木板了，好吧？来，兄弟们，直接买，我去，10000个木板，再买，我去，兄弟们，20000个木板，30000木板，40000木板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随便买的呀，我去，那兄弟们，咱们现在可以直接买这个大福袋了呀，兄弟们，来看一下这个大福袋，好吧？直接换一个大福袋，哎，兄弟们，咱们看一下吧，这个大福袋，这大福袋怎么穿着无尽胸甲的？什么情况？我去，这兄弟们，这，我去，这无尽一套，我去，兄弟们，我去，兄弟们，无尽一套可以啊，我去，那咱们直接穿着这个无尽胸甲，这更死不掉了呀，我去，兄弟们，素晴らしい，兄弟们，我现在表情这么，表情都是开心的表情，咱们打石头看看，好吧？那兄弟们，咱们现在可以直接去打龙了呀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咱们没有末地传送门呀，我去，好吧，兄弟们，看来咱们还得继续开心放快呀，啥东西没有，咱们需要一个石头呀，哎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石头，那咱们可以开迷你修放快呀，我去，来吧，带个石头，兄弟们，一个箱子啥呀，这黑曜石，这没用啊，来个石头好吧，迷你就是包括，求求你来个石头好吧，木棍，这都啥呀，这啥玩意呀，给我来个石头好吧，我去，石头呀，木架，兄弟们，我就不信啊，找不到石头了啊！哦，兄弟们，这次咱们开出来一个3个无尽胸包块，我去，来，我就不信开不出来这个石头啊，带个石头好吧，这闪电苦力怕，我去，哎，我去，没用啊，咱们需要石头，我来个石头好吗，兄弟们，来个石头，这又是啥呀，又来个无尽弓，我不要武器了，给我来个石头好吗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，兄弟们，一个铲子，爸爸，这么多附魔金苹果，我去，我需要石头，哎呀，兄弟们，我不要赏长岩呐，我给我原石好吗，一个村民，没用啊，来个原石呀，这都是啥呀，我去，哎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我有办法了，咱们去找村庄呀，我去，这肯定有村庄的，来，兄弟们，咱们找一下村庄好吧，哦，兄弟们，我果然找到村庄了，我去，这啥情况，这村民怎么出天而降了，我去，这村民怎么没了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咱们啊挖2块石头就行了好吧，哎，挖2块石头回去，哎，兄弟们，我真聪明，哎，直接的换那个末地传送门，哎，我亲爱的末影龙，我又来了，我亲爱的末影龙啊，直接的解除他的生命好吧，兄弟们啊，让他多活3秒，3、2、1 OK， 兄弟们，咱们现在来截住他，飞得有点小快呀、啊。这个末影龙，哎，直接打败，我去！哦，兄弟们，轻轻松松，好吧，打败这个末影龙，我去！这个木板大陆也不过如此嘛，作者，兄弟们记得点赞、评论、666啊！哎，兄弟们，为什么我周围这么白呀、啊？我去，难道这里是蜘蛛网大陆吗？我去，兄弟们，然后这二哥打开箱子，上面还有个小箱子，我去！兄弟们，咱们先开一下这个大箱子，好吧？啊，里边有个随笔，咱们看一下，好吧？扎整你好，最近我妈在菜市场上面看见你在和卖白菜的在砍价啊，不是、啊、作者，你这我不是那个砍价那个大妈好吗，我不是那个大神好吗，我去，不和你闹了，今天这个世界被蜘蛛网占领了、兄弟们，咱们今天这个世界竟然被蜘蛛网占领了，我去，你要是能在这个世界通过 MC， 我就帮现在扣666的人写作业，哎呀，作者，你是不知道他们的作业有多难做好吧，我去，兄弟们赶紧扣666好吧，让这个作者啊知道恐惧感好吧，好，兄弟们，这上面还有个微型箱子，咱们打开看一下吧，微型箱子，不是、啊、作者，你管这叫钻石店，确定不是名字打错了，我去。
这木剑咱都挖这个蜘蛛网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前面好像有箱子，我去。哦，兄弟们，前面有箱子，但是呢，咱们的蜘蛛网怎么过去啊？咱们这不是直接粘在上面了吗？我去。哦，对了，兄弟们，咱们可以撸这个石头啊。哎，咱们这不就能过去了吗？先撸一点出来，好吧。然后咱们就可以用咱们超高的啊跑酷技术啊过去了，好吧。等等，咱们的木剑这就没了，我去。完了呀，结束了，兄弟们。不是作者，我废了一把木剑过来，你就给我一坨奥迪 K 呗，我去。哎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这好像还有个箱子呢，我去。哎，完蛋，兄弟们，拜拜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咱们这次啊可不能失误，好吧？跳过来，然后咱们把这个啊蜘蛛网挖开，兄弟们，然后跳下来，哇，在这个站在这个箱子上，啊、没事，兄弟们，木剑挖爆了也没事，好吧？咱们有这个箱子了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哇，幸运方块，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21个迷你幸运方块，这直接垫脚方块，这不就有了吗？我去，哎，简单，哎呀，我去，兄弟们，我现在的表情什么表情？把你最开心的表情都打出来，我看看，好吧？美真真呀，兄弟们，咱们先把这个武器修好怪开了，好吧，来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。哎，一个七点没用。哎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这还有个箱子，我去，但是呢咱们是挖不开呀。完了，兄弟们，结束了，我又卡在蜘蛛网上面了，我去。兄弟们，蜘蛛网上面咱们也要开，好吧，兄弟们。哇，我去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，我去。哦，兄弟们，这什么玩意，一个点赞七口，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玩意。兄弟们，一个点赞七口，这作者还搞这花样吗？我去。素晴らしい。完了，兄弟们，他把我这个炒房罐给吞了，我去，咱们现在无限死循环了啊！救命！哎，兄弟们，手速快，好吧，啊，直接的放上一个迷你修包块，哎，然后兄弟们，咱们继续开咱们的这个无尽修包块，好吧，咱们需要一把强劲的剑呀，兄弟们，这个没用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，哎，我又掉下来了，哎，兄弟们，刚才咱们开出来的是个空气吗？我去，哎，哦，兄弟们，一个荒地荒的山，我去，哎，兄弟们，咱们现在这不就不怕蜘蛛网了吗？我去，又一个空气，给我来一把剑，好吧，来一把剑啊，求你高，来一把剑，好吧，我去。哎，哦，兄弟们，一个胡子偷溜锤，那这个也好啊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咱们冲个能下去啊，直接的，这边还有箱子，我去，而且咱们这荒地怪不直接可以垫脚吗？我去，嗯，来，兄弟们，咱们看一下这个箱子，好吧，哎，我开，兄弟们，哦，一堆四叶草，我去，但这个四叶草感觉也没用啊，我去，还有哪有箱子，我去，哦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这边好像还有三个箱子，我去，你们看见没？有三个箱子，你们瞅见了吗？兄弟们，你们瞅见的扣波一，好吧，我去，有三个箱子，我去，咱们赶紧的过去开的呀，我去，来，兄弟们，赶紧过去，我去，这个箱子，哎，作者你唱的挺神呀，我去，咱们看一下这个好吧。哎，兄弟们，我直接把它打掉了，一堆蜘蛛网，我去。好吧，兄弟们，这个感觉作者骗我们。哎，没事，兄弟们，咱们这边还有两个箱子啊，咱们过去看一下好吧。哪的箱子？哦，我瞅见了，兄弟们，这边，哎，跳过来。哦，兄弟们，这真的是转换桌，我去，但是我这怎么下去拿呀？我去，兄弟们，我下去必死呀，我去。兄弟们，活出去了。哦，捡到了。好吧，兄弟们，拜拜。哎，兄弟们，我发现这作者给的箱子挺多呀，这还有个箱子呢，我去。来，兄弟们，这次咱们练一下咒语，好吧？来吧，突然梦碎啊，突然梦碎，看大地瓜那个烤地瓜啊，1块钱能买啥？我开，我去，兄弟们，无尽套装，我去，作者这么大方的，我去，死贵。哇，兄弟们，这直接起飞了呀，我去。但是呢，咱们没有末地传送门，咱们去不了末地呀，通关不了 MC 呀，我去。兄弟们，我现在的表情怎么表情？把你第三个表情吧，打出来我看看，好吧？哎，等一下，这里还有个箱子呢，我去。来，兄弟们，咱们再念一下咒语，好吧？来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那个神器，好吧？求你高，氪金萝莉，但是呢没有卵用啊，咱们已经有无尽剑、无尽套装了呀，给我来个末地门吧，我去。我就不信啊，作者不给我准备末地门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里还有一个呢，又一个氪金萝莉啊，没有啊，掉下去，好吧？哎，等一下，这里还有一个呢，哎，那我发现了吧，作者空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这里还有呢，我去。哎，等，这也开过了。Nope。哎，兄弟们，出事了，我把末地传送门给弄下去了，我去，我给打下去了，咱们这个该死的氪金萝莉啊，不要也罢，这还弄不掉啊，这个氪金萝莉，我去。好吧，兄弟们，咱们只能拿这个氪金萝莉啊和这个老王换了，好吧。哎，兄弟们，咱们拿氪金萝莉啊和这个老王换一下，咱们就可以去末影龙了，好吧。哎，着急，兄弟们，这不就哎简单吧，小龙龙，咱们直接给他来一刀秒掉，好吧。哎，小龙龙啊，直接秒掉，有什么好
说的，我去，兄弟们赶紧点赞扣66啊！我去，兄弟们，他帮你们写作业呀！我去，兄弟们点赞扣66啊！哎，兄弟们，我的宝贝为什么这么黄啊？我去，难道这里是荒野大陆吗？我去，兄弟们，打开箱子哦，兄弟们打开箱子，咱们打开看一下好吧？里面有一个苏玉笔，还有一个作者的妹妹，我去，咱们先看一下这个苏玉笔好吧？傻子你好，我发现你太黄了，不是作者，你这个黄字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指哪种黄啊？我去，兄弟们，这黄可是有两个意思啊，作者，你不要瞎说啊，作者。所以这次给你弄一个与你颜色非常相近的大陆，黄金大陆。我去，兄弟们，作者这么有钱吗？我去，黄金大陆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要是这次你能成功通过 MC， 我就把我妹妹介绍给现在点赞扣66的人。不会吧，兄弟们，作者又要把他妹妹介绍给你们？我去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作者说的妹妹应该是这个吧？我去，兄弟们，咱们打开看一下好吧？做兄弟们妹妹，素晴らしい。我去，兄弟们，这是作者的妹妹，我去，你们愣着干嘛呀？赶紧点赞扣66啊！我去，兄弟们等着干啥呢？我去，注意，荒野底下有惊喜。我在作者，你这荒野底下有什么惊喜啊？我去，兄弟们，这我也撸不开呀！我作者，我说你，哎，等等，兄弟们，上面还有个小箱子，咱们还没打开呢。哎，兄弟们，我觉得这小箱子里面应该是一个那个红胡子稿吧？我去，兄弟们，哎，咱们打开看一下吧，红胡子稿。不是作者，你告诉我，你这把木镐能挖黄金？哇，开玩笑的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木镐挖黄金，我去，兄弟们，我现在的表情这么表情，都去伤心的表情，你们打算让我看看好吧？哇，兄弟们难受，咱们挖开黄金块底下看看有啥东西好吧？挖开，兄弟们，哎，兄弟们，我兄弟们底下是个幸运方块，我去，那咱们直接开这个幸运方块不就得了吗？这通关 MC 还是很简单的好吗？一个什么东西？这是啥？如露指环，我去，哇，兄弟们可以造雪，我去，哇，兄弟们这么多雪啊！不过这兄弟们这黄金块咱们拿木镐挖的好慢呀，我去，来。兄弟们，咱们开第二个好吧？来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。一个什么东西？哦，法指环又是啥？我去，怎么这么多指环呀？我去，兄弟们又是啥？哎，一个啥东西？不稳定水晶。兄弟们，这不稳定水晶没用啊！我去，又是啥东西？这我看不见了。我去，兄弟们，一个空气啊！但是呢，这怎么有个箱子啊？我去，哦，作者，你这箱子藏的挺深呐、啊！我去，兄弟们，哎，咱们打开看一下好吧？里面有个转换桌。我去，作者，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好吧？哎，兄弟们，咱们可以把咱们的东西卖一卖。好吧，我怎么把箱子放里面了？我去卖一卖，哎，兄弟们卖一卖，哎，兄弟们，咱们这不就可以买这个稿子了吗？直接挖开这个黄金，哎，呜呼，美滋滋，好吧。来，兄弟们，咱们继续开转化桌幸运方块，好吧？来吧，点关注的都是我爷爷，我这兄弟们，这小僵尸怎么跑得这么快呀？我去，兄弟们，这跑得比哭兔子还快，我去。哇塞，兄弟们，这小僵尸怎么这么难打呀？我去，哇塞，兄弟们，终于打死了，掉了个啥？掉了一个深渊头盔，还有一个炼狱胸甲。我去，哇，兄弟们，这根本不掉血了呀！我去，兄弟们，这身装不就有了吗？我去，死鬼！哎，咱们把这个偷听锤卖一卖，好吧？呜呼，兄弟们，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哎，咱们继续开，好吧？这个转换桌幸运方块是很给力的，好吗？一个小煞神，我去，哎，没啥用啊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要不然咱们直接一键挖吧？我去，这感觉挖的太慢了呀！我觉得这幸运方块，来吧，兄弟们，咱们直接一键挖，好吧？直接开始走起舞，卡了，我去，我出什么事了？我去，哎，救命！哎，哑巴雷！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么多好东西，我去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卖的好爽，我去，直接买一个胡子全架，把这些僵尸杀死，好吧？哎，小渣渣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里面全是，哇，全是东西，我去，兄弟们，我去，兄弟们，真的牛皮！我去，这转换桌幸运方块！我去，兄弟们，我现在的表情这么表情，你最开心的表情，我打算我看看好吧？哇，兄弟们，这一卖直接无敌了呀！我去，这还有谁？我去，来，兄弟们，咱们今天买这个5个无尽幸运方块啊，来测试一下咱们今天的运气，好吧？万一兄弟们能给咱们来无尽剑的，对吧？来，兄弟们啊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！哎，一个什么东西？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不是蛛网珍珠吗？我去，兄弟们，非常的牛皮，好吧，兄弟们，什么东西？我去，胡氏矿山啊，好卡。
来，兄弟们，咱们继续好吧，来吧，点关注的都是我爷爷，一个起点啊，亏了好吧，这个，但是呢，咱们不慌好吧，兄弟们，没看耳朵啊，没事，兄弟们依旧不慌好吧，兄弟们，掉啥的，啥都没掉，我去，但是兄弟们啊，没有关系好吧，咱们现在这装备已经能打败梦影龙了好吧，兄弟们，哎，兄弟们，无货起飞好吧，咱们直接买一个究极剑，哎，直接啊去找梦影龙好吧，哎，小龙龙，我来了，小龙龙。哎呀，我去，兄弟们，我就不想杀这个梦影龙了。你说说，这小龙龙多可怜呀！你说说，这根本，根本对我造成不了伤害。算了吧，兄弟们，咱们结束小龙龙的生命，好吧？直接的啊，给他来一剑，来一剑，来一剑，兄弟们，直接过去，来一剑，什么情况？究极剑对梦影龙没伤害吗？我去，完了，出了问题，这个呢？什么情况？我去，兄弟们，咱们终于要用普通拼 A 把梦影龙要 A 死了，我去，兄弟们，我终于打败了，我去，兄弟们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个梦影龙活活的被我 A 死了，我去，兄弟们，普通估计给普通死了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赶紧点赞扣六六啊，我去，作者的妹妹送给你们，我去。